做，今夜不是我无清楚选择。看见一个阿兄炸锅啦，抱一个细囝在咧烦恼，今仔声声哭无住，声声哭到予人心酸落泪。阿兄厝内底都爱整理行李，要来要买看。是命主这个材料来抢票，我阿娘即马真需要一个人替伊来分担，我需要牺牲我甲伊，我先我大哥，下问，请你原谅我。